声声念你，呢喃的从前回响在耳边。你还没？这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上次和汉晨来就吃的这果子，能看到坤呢。但是你们心里一定要想着，我要看到坤，我要看到坤，我要看到坤。行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参加了秋闱，你的人生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？当然想过，日日想，夜夜想。参加了秋闱，去了春闱，入了殿试，做了天子门生。日后在地方做官三年，又会变读，拜参政门下，三十从四品，四十从三品，入枢密院，五十执宰之户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如何？是不是很傻？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些。多少人千秋万载，只为了这一个状元的名头，夜夜苦读，寒窗十载，又有多少人一生为其所困？我倒宁愿我父亲从未中过这个状元。我听闻看到神兽还可以许愿呢，若是我们一会儿真的看到了坤，我们就一起许愿吧。好。谁说你当不了状元的？我偏要逆天而为。